哦，这个装要来铁头那个了吗？哎，扣个膜哎，去下厕所。这是什么药？还好这边不会打不过，这边已经打过了。不会要玩守护点吧？妈，这个金牌，虽然装备不像，虽然看起来不像守护点，目前不像，真的就不知道了。巨约鬼锁，很好，看起来是守护点的局。先这样吧，过渡一下。牙术也是不错的，你可以考虑一下。但牙术目前看起来没有很糊啊。上场就是有失误啊，没有失误上场应该是会发的。站好一点。应该是不玩牙术了。黑术可以直接搞一个。存钱，这强迫玩牙术吗？靠呗，可以不要这样吗？赵王在暗示玩牙术啊，一直来。但我不喜欢玩牙术啊，真的。主要是庄也没有很适合玩牙术啊，已经合了。
哦，有铲子，那么肯定拿个贝壳就糊了，有没有？还有其他是要玩剑士，剑士刀、黑书 GA 阿奇尔，还有其实是暗示我玩剑啊，好像有可能是玩剑、欸。忙误会了什么、啊？好像其实暗示我们玩剑。原来是牙术剑的部分啊！哦，一个误会，还以为原来牙术剑的部分啊！误会了，误会了，虚惊一场。牙术剑阿奇尔吧。误会了，误会了，虚惊一场。风南开华了，各位，快乐风南给我滑起来！鬼之幻阵，小低一下。嗯，这小弟有点变大弟了，但是也没办法。来了，好像可以四杀哎、欸。是吧？四杀四剑吧，就像五谷月光之类，大剑手套都可以。这把弓也 OK 啊，牙齿。手套吧，轻也多。先这样，打赢两只卖掉，打输算了。看，看东西，突然想到了。对啊，这里也补不了、啊。这里升级也补不了雷欧娜的，在想什么？我要补四杀啊，四杀没有雷欧娜位置。刚刚思考错误、啊。
会六点低压数吗？张数多就低，张数不够多就不低。这把我会吸很低啊，因为这把我没有要特别追压数。不上七等没有办法找剑圣啊，所以还是要上等级比较好低。尼克邦，OK， 完美。升级吧。这里因为轮子妈卡玛跟螳螂都还没饿，所以会低一下。这好像更好一点，我感觉。因为这还没先拍啊。这也升级了，不低了。都没了，还有更好笑的，不追了哦，这个牙数张太少了，没有必要去追了，追不到啊，追不太动，不现实的这样讲，所以不特别追啊，这抓来看一下吧，看一下怎么给，现在扣一尾，还不急。因为知道我们自己够强啊，不用特别升了，不用特别刷，不用特别就是去刷牌啊，升级就好。这把可以上九吧，我觉得。干，靠杯擦一下，我不行了。哇，亏到爆炸、欸！擦一下，傻眼。专门一趟拿来剑转，本来要玩守护殿辅光转的，结果他喷了一个两，他喷了三条牙术，临时转剑，突然就变成剑士了。我也没办法。
强行逼我的呀。其实我也不想，只是对啊，你们懂的。这个装有点难给，我想一下、哦，无忌、席克好战、帝王大剑、无极之爪，没屁用东西，那还是能给无忌的。席克不好用啊，这怕剑道战吧，这把剑道战拿有什么屁用啊？那看看你们两号战吧，需要谈一点。之所以不给亚速无尽，是因为我觉得亚速可以再等一会，所以可能会有亚速的装可以拿，再扣一下。啊，轮子妈无尽，轮子妈那个弹射都可以吃得到，就给轮子妈无尽了，会好一点。但可能要输了，妈，好像还不一定，有机会。先打火人大哥，操！你这个雷包，不先打火人，这干嘛、啊？我不先打火人，兄弟，你这样对得起吗？对得起我们吗？血还蛮多的，他可以上九啊。欸，其实吧，本来我们要玩剑的、啊，说实话，只是因为他真的，对啊，只是他真的就是打太多了。倒一家 ，nice， 下去。这没啥用啊。算账也没什么屁用、啊。这把可以慢慢存钱的、啊，所以我们不急啊，就一直存就好了。对啊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那么爱玩剑，是那么爱赌暗影，哎，暗影超多的，不知道为啥。哎，干，又一把剑转，还是拿剑转，六剑，找个剑魔补个六剑怎么样？其实也行，哎，蛮强的，说真的。我想拿剑转，啊，六剑，走起六剑，找个剑魔吧，刷一下。找个剑魔，六剑的，这里小刷一下，找个剑魔。Where is my 剑魔？剑魔？剑魔来了 ，OK， 完美，可以哦，六剑，要梦想啊！虽然可能很烂，可能会输，不是可能会输，他妈输定了，干了过废了，不行了，六剑，这是搞毛啊！哎、欸，
六格要强一点啊！我天啊！我操，六剑这么烂的吗？要补个坦克啊，补个塔里克之类的。没有装啊，六剑没装，蛮烂的。其实刚刚就是有人在犹豫，因为我知道没装六剑很烂啊，所以我有点犹豫。那果然不补的特别烂，有点伤。这波上不上来要九等，应该可以吧？还是低干哦、啊。我在想要低干还是上九、欸？他们有拿伊亚斯吗？我就可能要低，因为我这里要刷牌有点多嘛，现在没到很多，看装备吧，看个金牌。看一下吧。对啊，剧毒还没消啊。哦，有没有等到了？等你很久了，就等这个装，等很久了。等到了，等到了。双正一只拳。看一回合再决定。我觉得我应该会选择刷牌，感觉没必要升级，因为我觉得这把好像可以刷到全三星，低一下，再一下，还算升级好了。这怎么个塔利亚拿的科技枪啊？那真小啊！怎么个塔利亚拿的科技枪？那在干嘛、啊？搞毛啊，兄弟！我就低好了，算了，不低了，干嘛低啊？自己来的呀，单挑了，不仅要低，他也要近身。哇，没接半招，再存一回合吧。我、哦、不行啊，没有前排倒有点快。妈，我对好你的，对好输了，哇，输了、欸，这么猛的吗？丢啊你！我应该不会波倒啊，再扣一回合，再扛一回合的，对不起，我应该是不会波倒的。假如健身问题不大，可以。下来升级了，法巴拉奇尔，天秀法巴拉奇尔，我操！别动，放开法巴拉奇尔。三星，神一个尼可邦，秀到不行。OK， 完美。
完美，这个剧本太秀了，我的老天！怎么玩，兄弟？乖乖认了吧，看你怎么搞，你怎么搞都搞不过我啊！你吹谁？三个输点我要吹阿吉尔，那也行啊，随便你吹谁吧，爱吹谁吹谁去，给你随便吹啊，爱吹谁你吹谁吧。